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原神 5.0 纳塔史诗级优化火神瞳火主命座曝光角色突破100上限来了，火神技能爆料，原神策划为救流水下猛料，放出水神上替位希格雯，无限叠加生命之契，纳塔角色提前登场，大量实机地图曝光。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希格雯也即将登场， 5.0 纳塔版本将会迎来大变化。首先就是 5.0 版本优化画质的提升，对于角色的贴图估计很多小伙伴们看着也比较难受吧，而在 5.0 版本也会进行优化，是不是非常期待呢？当然了， 5.0 纳塔作为火之国，火神瞳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如图所示，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好看的，非常符合战争的元素。而在后续的 5.0 版本中，角色等级的上限据说也会得到调整，从原来的90级提升到了100级，如果消息准确的话，大概率是天赋可以再加2级。不过这么多角色，从原来的90级拉到100级，需要的材料也不是一星半点，会不会有新天赋啥的，目前并不确定。最后就是有关于火主的相关消息了，旅行者每到一个国家便会开放一个元素，到了纳塔开启的自然是火元素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，是不是非常的帅呢？不过版本跨度大，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从目前内鬼曝光的卫星角色技能上来看，希格雯很大概率就是大号水神的设计。目前曝光的希格雯技能想必大家都看了吧，希格雯大概给捡到水球的人上一个持续衰减的生命之气，比如上一个 60% 血量的生命之气，然后每秒奶 3% 回来 20S 后消掉，这样所有攻击模组的人都可以用断章套，然后希格雯成为另一个水神。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，那就是不断增加的生命之气，比如每秒产生 2% 生命之气且回忆 2% 血，这样就能保留奶妈属性的同时触发星套。人设和外观方面，希格雯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角色来说还是比较具有优势的，可爱的萝莉型，只要不乱搞 CE， 那么人设方面没什么问题。至于后续纳塔方面信息，目前网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关于纳塔地图以及新角色方面实际信息，至于真假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，而是玩家期待有一些纳塔的信息出来，这样也好有东西期待一下，度过这个漫长的长草期。4.8 第二期混池开启，叶兰入池。4.7卡池分别是克洛琳德、希格雯、塞索斯、艾尔海森、莱欧斯利、水神弗宁娜则是无了，这波延期属实是没想到的。然后就是之前提到的混池第二期开放的时间了，目前看来 4.7 新增了第二深渊角色待机动作的购买等等，第二期混池的应该大概率会放到了 4.8 卡池开启，混池的角色则是甘雨、胡桃、公子、叶兰这几位，钟离的话大概率不入混池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